呢，伊虽然唔是医生，唔过伊嘛捌医学，因为伊在读新南医的时候，伊有去医学院授课，所以伊来台湾，伊一方面传教，但是一方面嘛会替台湾人看病吼。迄当时出门是穿草鞋行路的，你茫想讲真好命，出门无台湾车人坐，无高铁啦，无飞机啦，行路啦，吼、哦，坐十一路，十一路的吼、哦。你看迄当时穿草鞋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即后壁就伊学生对伊的这个，啊，即就请原住民吼，啊，搭伊的物件安尼吼，到处去传教。啊，创啊，港湾区去，马街是台湾第一个牙医师啊，不是泌牙医的店，伊无牙医师执照，就港湾区去。马街是台湾蛮热门位置之一。你啊，到伊的日期拢有写吼，今日要去对啊，港湾区去啊。啊！伊嘛训练伊学生蛮注意个，伊就个你看伊学生蛮了歹，啊！即器械，器械拢伊家己发明个，拢伊家己发明个吼，所以马街嘛是真高级吼。伊除了做牧师，伊传教，伊真够，迄个器械方面，其实头啊伊真够聪，啊！所以伊对植物嘛真注意，马街引进足侪迄个新的物种入来台湾。啊，伊嘛，伊教育做重视，所以伊其实对台湾上大个贡献，伊教育。咱另外知影有一个真理大学，啊，真理大学的前身是啥？淡水工商学院，淡水工商学院，当水故乡啊，中学啦。啊，你去真理大学，今日去甲看内底，佫有一栋建筑物，顶管写 Oxford College， 牛津学堂，不就是英国啦？牛津学堂。啊！牛津学堂是全台湾第一间予查囡仔读册的吼。清朝的是重男轻女啊，查某也袂使读册。无人像恁即摆遮好命嘞，查囡仔坐伫遮六十八个座位上。清朝的是查囡仔无人要予你读册的，马街是第一个予查囡仔读册的，所以设置 Oxford College 伊招查某学生吼来教，所以这是对台湾的妇女也是真重要的一个贡献吼。即摆足好，淡水中学啊，迄个马街附专啊，马街医学吼，真侪拢受着伊影响老啦吼。马街搁较要紧是，马街娶台湾某，即张你看搁袂准，即张你着准啊。这某呢，啊，伊穿咱个衫，啊，伊某是台北县五股个啦，伊某叫做丁聪明，丁聪明。啊，所以马街生来拢台湾囝，拢台湾囝嘛吼。啊，即款伊就拢伫咱个内底，我嘛知影，搞不好对一个是，啥物孙子啥物。啊，不，咱台湾个原住民吼，以前是九族六族，后来第十族，第十族是啥？哥玛兰族。哥玛兰族吼，是对宜兰一直到花莲，即个东海岸有一族。啊，即哥玛兰族内底足侪马街个后代。拢姓街，拢姓街，所以真趣味哦，吼！所以就是讲，伊伫北台湾吼，伊行真快，马街差不多创出一百间以上教堂，所以毋是讲干台北县、台北市，伊甚至到桃园、新竹、苗栗，啊，淡薄到宜兰、花莲，拢有伊的教会，啊，教会拢伊学生，吼，安尼一直传、一直传、一直传。所以就是说北台湾吼，伊个影响真大啦吼。这就是伫中山北路上古早，伊就要去南马街去个马街平，马街平。啊，后来佫是德维亚吼，淡水主委，迄嘛是马街医院，啊，另外新竹嘛马街医院，台东嘛马街医院吼，所以咱讲伊个影响是真大。啊，毋过伊第一间去个叫监医馆，监医馆吼，所以。你若去马街便宜，有伊个纪念馆吼，所以咱去看吼。啊，即摆过来，即嘛是个苏格兰吧？即、這个医生叫哪医生？哪医生？哪医生？因为伊个英文名叫兰索，兰索，兰大卫，兰大毕，兰大卫，兰索，兰索，所以叫哪医生吼？啊，哪医生来？当然，到位讲啊，都南部嘛有人，北部嘛有人啊，你就去中部嘛。啊，所以就是去丰原啦。中华啦，台中迄带安尼去做医疗传教，啊后来伊就选择中华，伊中华说中华基督教平，中华基督教平吼。
啊，这就是哪医生？啊，迄阵是手术了的患者，啊，这就是足侪医学生。迄阵拢已经真侪台湾人对伊咧学医疗啊，然后学医疗的工课啊。迄阵台湾当然无啥物其他的病院啦，就是干呐教会的病院，靠阮多去学这个物件吼。啊，这等于一开始中基吼，当然即马中基已经做大滴啦。啊，这张图是一个真出名的故事，就是讲，那医生有一天发现台湾有一个囡仔，伊皮肤拢烂去啊，皮肤拢烂去啊，啊，所以就要做这个剥皮啦，吼，哎，皮肤移植的滴啦。但是迄个时代无人造皮肤啦，啊，所以变怎？到尾我都家己某的皮挂了，家己某的皮挂了吼，啊，去剥掉这个病人身躯滴。啊，所以你甲看讲吼，人迄。医生疼病人到这个程度，我即摆医院教授，我拢问学生讲：你会甲你某的皮挂落来，保你患者是？你若要安尼做，牙签看卖，我拢无人当牙签的，无把戏。到尾有一个牙签啊，伊讲老师，我想要甲阮某的皮挂落，不过阮某无法挂。哦，所以你甲想的讲，是咱医生足疼病人。先生伊嘛足疼病人个地方吼，伊愿意为着一个患者，啊家己个皮挂落来保养，病人个身体个。所以这里中华军出名叫做切肤之爱，切肤吼，切皮肤啦，切肤之爱吼，就是讲对照其实是要甲大家讲，伊台湾个即块土地顶边有真侪，毋是台湾个人，佫比台湾人较爱台湾。咱嘛想讲台湾人爱台湾，台湾人有足侪出卖台湾，做歹代志的，吼、哦。但是比台湾人搁较台湾的人，嘛足侪啦，是咱家己拢唔知。我即摆伫罗东圣母医院咧工作，我有一个医生对斯洛文尼亚来，斯洛文尼亚，伊是咧澳洲的外科医生，伊来到阮罗东圣母医院吼，伊39年毋捌倒去。一天都没有回家，这个还不打紧哦。伊39年伫阮罗东开80000多的手术，80000多偌济你知无？你一天若开6刀，一年才2000多。80000多就是4十年，从来没有休息一天啦、啊。每天都要在开刀房10几个钟头，开刀出来你都爱照顾啊，你看门诊。伊39年唔捌休困过。安尼较有材料开刀来开刀，所以宜兰的人拢叫伊奥记，大医师，大医师就是讲伟大的医术。台湾的医生无一个做会到，你个想，我即摆咧做院长呢，我若要请医生哦，少年仔医生来第一句话拢问我讲哦，唔是咧讲待遇啦，一个月一般几日？我若甲讲一般两日哦，头下日就倒去啦，无得做。咱即摆少年人生生活品质很重要，啊，伊不爱忝，所以你看即摆医生内科也请无，外科也请无，小儿科也请无，妇产科也请无，急诊也请无，若要值班的都无人要做。人一个外国人，卖讲值班啦，全年无休，或者是39年无休，不但39年无休困呢，唔领钱啦，啊，是如果。你拿錢，我就沒時間用錢了。領錢也沒路用啊！每天都在開刀房在做工作，啊，出來就在病房做工作，啊，睡就睡在急診室，患者來就起來開刀。因為我沒時間，我也沒路用錢了，他錢給我，我也沒路用。啊，新聞公司人家拿一點點，啊，沒做所謂，他拿到錢，他就去給病人交醫療費。咱過去增加很多人，醫療費付不起，沒健保以前三家人有一天人投资，啊，病人你开刀欠费，伊就甲你输掉。啊，你看这种的人，啊，39年做到死，待在阮罗东的山顶，无转来。伊讲台湾有几个医生做得到？无可能。啊，你讲比台湾人较疼台湾的医生，你很难想象，很难想象。日本时代。還有一個日本醫生，他老爸嘛是日本的一個長老會社的社團，採取長老的，
按照咱台湾过去，蟑螂是一个足重要的副产品，所以日本人占领台湾的时候，因老爸洪派来台湾采取蟑螂，结果伫花莲县的秀林乡，原住民出草甲蟑死。迄个时代原住民还搁在台湾，因老爸用台死，台死的是这个秀林囡仔是日本读高中，伊痛苦流涕，伊讲我绝对要替我老爸报仇。但不一时的基督徒，圣经讲你要爱你的仇敌。所以伊逐天听讲过讲，我是咧爱台湾人。后来，伊读西南的毕业，伊总共去读医学。医学读了，伊总甲日本政府讲，伊要来台湾替台湾人做服务。迄阵日本政府讲真危险啊！哦，台湾的山地真危险，第一。公共卫生怎么办？那时候台湾传染病还很严重，但是他坚持要来，所以从对身体开始去山区替原住民看病。他的三个子都死在台湾的山区，都得到传染病，全部死。他和民太太也都得传染病，全部死。从上个日本治疗好，再来。一直照顾原住民到尾啊，原住民嘛感觉讲，这个日本人确实足疼的，所以就甲接纳，伊就好便宜了。不过伊的日记，逐工拢写讲，今日佫对一个日本警察去予原住民害死，今日对一个日本的公司的职员去予原住民害死。所以你就知影讲，伊是一个遐危险的政府，一直咧做工。最后发生雾社事件，咱拢知影。原住民和日本政府上大的一片冲突，你拢看塞德克巴来，迄后壁的故事无讲。这个冲突袂，这个日本哪边啊？一方面是伊的政府，一方面是伊上届上届听说的原住民，伊出动无。啊，你原住民和日本政府战到尾啊，原住民才战袂赢，因为日本政府开始用大炮、用毒气，一直攻，一直攻。讲到到尾啊，即原住民的证书碰了，集体自杀，全部自杀，因为咱证明赢，我讲全部自杀，这是足壮烈的。如果全部自杀，了问题无解决咯，出出来的是啥？老弱妇孺啊，老人、查某人、囡仔。日本政府将这的老人、查某人、囡仔甲迁出，迁去一个叫川中岛。这是上界偏僻、无米通食的所在，佮传染病上严重的所在。因为其实日本政府想，这个作品也袂对，吼，伊反抗到遮厉害，所以查甫人拢开始啊，但是遮个村民也被控制啊，消灭。结果这个日本医生对遮个完全无米通通，去照顾遮个完全，伊只是来就是安尼，伊在我们山区到外死。伊死的是伊的梦吼，有泰雅族的一句话，讲这是上帝的编织，就是讲这个人的一世人，就是上帝的一百道就对了。啊，干那一个汉字写爱，写一个爱，啊，我就是认为讲这个人就是上帝的一百道。毛主席日本人，但是台湾人无人知啦，无人去想这个代志，所以。对咱的历史，其实咱要了解讲，足侪在咱的土地顶块发生的为台湾奉献的人，你讲八田雨衣，大家知影？这个乌山头的水库，加拿大去，这嘛是一个日本的工程师，伊一世人去这个乌山头的水库，往这个加拿大去，造福台湾的国民，是贡献足大。结果八田雨衣，毛日本政府被调去当兵。修正的是死里这个空隙，结果伊死了，台湾人为着要甲感谢，就是乌山头水库要起一个伊的纪念铜像。结果迄个过程是，因太太跳下乌山头去做殉情，陪他做个死头，死里乌山头。啊，像这嘛是，台湾人就是直接讲，唔知影嘛，袂记得讲吼，即个都袂顶管吼，为着台湾人方便，就是钱。所以咱在讲历史的时候，咱要注意一下，这是小兰医生，就是讲，就像那个老兰医生的后生，伊嘛是医生，
所以因两个爸仔囝拢总伫中华，我看见超过100。小兰医生到我要退休的时，中基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无人看，要让伊倒去英国退休。因为啥物？伊是台湾出世的，啊，伊做医生嘛拢伫台湾嘛，所以伊倒去英国伊也无退休金嘛。啊，即个中基的工作人员就讲啊，即已经遮老啊，要倒去英国啊，拢无收入，所以大家都添钱添钱。用200几万，讲要分去，结果伊把钱拢分互中基。伊讲哦，我含阮老爸吼，足感谢台湾人民，恁互阮有机会伫遮奉献100万，啊，阮拢感觉无欠亏就对啦。阮感觉阮的生活足富足的，所以你袂使阁钱用啦。但是你爱注意，因伫中基做院长，平仔囝两个人拢做院长，但是因领的薪水是牧师的薪水。伊无领医生的薪水，当然牧师的薪水是比医生低足少的。但是伊要离开，伊讲我今日要离开台湾啊，我个人有一个疑惑，就是讲哦，唔知是安怎，台湾的医生奈拢感觉钱无够用。伊讲，因为伊做院长，常常有迄落从我听讲，医生要出去开业，要出去开业，伊会想要甲留嘛，伊就一直问伊讲。啊，咱病医生对互你无满意，还是讲对你太想要离开病？因为台湾医生拢是讲，毋是咱病就好个，吼，像我今个病说，啊，毋过我都要赚较侪钱，所以我才去来开药。啊，我着囡仔大汉啊，我着家庭有啥物需要，总是刚刚讲就是钱无够用啦，所以才出去开业，安尼要赚较侪钱。所以伊做医生，伊会感觉讲奇怪，医生拢遐比医生较少薪水个，啊，伊阁有够用，啊，阁定定去帮忙善巧患者，替人交药。所以说你在想到那台湾已经钱都不够了。而我觉得是说那台湾人特别欢喜。比台湾人较疼台湾的患者的医生哦，足多啊。台湾的医生无几个会当像那样的吼。刚刚讲以前苗博要去30年呢，有差不多将近要30个外国医生来对抗，有的拢是一家，咱都唔知。因为迄阵台湾的传染病是足可怕的，清朝的时代无啥物公共卫生啦，清朝政府并无摕钱来台湾做啥物公共卫生的设施，嘛无咧设病院拢无啦。结果遮外国人来，伊会着传染病无？会啊，啊，帮我定义嘛，定义啊。所以你若读医学专业，大家嘛着马拉利啊，无遗憾啊，大家嘛定。好，啊，即马到189号，咱拄则讲，啊着。就聊个证书啊，妈的，哦，如果恁会记得，迄阵李鸿章要去签这个马关条约的时候，伊就日本人讲出，伊讲台湾鸟不语，花不香，男无情，女无义，这个化外之地，我都不爱呀、啊。啊，恁若想要卖糖，免卖落好恁啦吼。意思是讲，啊，台湾这种，唔是伊遐爱的所在就对啦。刚刚讲吼，啊，你别好恁钱啦。日本人头我听无伊咧讲啥，但是后来感觉变原来伊讲的有理啦，是安怎？咱会记得哦，日本人来是伊派76000的兵啊，登陆台湾，对对登陆，对不？所以咱的台湾史拢含幼稚园都还袂毕业，对奥地啦，奥地，对不？凤苗，凤苗。去国寮看，国寮的海岸遐有就是日军登陆纪念碑，是啊，哦，去国寮去，国寮起来了，安怎就解决啥？迄阵咱台湾人嘛有反抗的，诶，台湾才独立呢，迄阵成立一个叫台湾民主国的，有无？台湾民主国国旗是黄武旗啊，不过咱遐的台湾民主国的带头的拢一尾头就走了了。走了了，啊！就剩只台湾民众创啊，结果倒菜刀，吼、哦！咱也无军队啊，也无啥物武器啊，啊！你要向日本人战是要怎战？日本的军队迄阵是亚洲第一强的军队，嗯，对。伊拍赢满清了，伊佫向苏联休战，日俄战争伊佫赢，伊已经亚洲无敌手啊！所以伊派来的军队是正规军的，76000人起来，你台湾人要战要怎战？当时无在了战。过迄阵，啥物人甲带入台到城？郭显荣嘛，
所以孤家是安怎享受荣华富贵？伫日本时代享受荣华富贵，了国民党来，搁传国民党，哦，免讲嘛是无共个政权来，拢永远荣华富贵。台湾数码既有成就呢，啥物人为着台湾提升，啥物人是对台湾得到好处，咱来搞清楚。啊，不管喏，日本的修正含咱台湾人正规波卡死160几个。受伤500几个，但是一起来吼，破病死的4000几个，啊，要送倒去日本就医的讲20000几个啊，你看是不死的啊，70000几个病情会倒去一半就是哦，行啊，传染病足可怕，台湾的传染病，日本人唔知咧，所以迄阵才想着讲，啊，原来李鸿章咧讲的是讲台湾未大治啦，迄一人大的所在啊，你咧爱一地是咧臭死对无？诶，迄阵。台湾外地人口，你讲怎？清朝是台湾外地人口，台湾厝拢考袂及格啦，大家拢考袂及格啦，政治拢破输啦，啊，历史是幼稚园的。台湾外地人口，啊是安怎啦？迄阵含清朝政府都唔知嘛，你要哪会知？因为。清朝实施海禁，行哦。郑成功直接要反清复明嘛，啊，当然清朝都无希望汉人走去台湾来嘛，所以伊安怎海禁呢？福建、广东是海湾，倒退几十公里袂使带人啊，就惊你偷渡啊，我来让你来啊。伊不爱增加郑成功的兵员嘛，伊无希望郑成功招兵买马，袂得招兵买马。所以沿海拢不实施海禁。啊、所以咱台湾人的祖先呐，走来台湾是安怎来的？当然偷渡啊，对无？不是假船票的呢，无迄个轮船在行的，拢是来偷渡的呢。其实真趣味的，讲你也了解台湾历史，咱台湾人的祖先人拢是啥？是卢汉卡，就讲、是、哦，啊，伫遐活袂落嘛，啊，就来遮偷食。啊，再来，要过台湾海峡真危险嘛，因为这是乌水沟嘛，迄阵唔是大只船啊。过迄个细只船仔咧偷渡，一半死，二十个来着。啊，起来了诶，搁两关诶，一关都爱让原住民收台啊。你要人占原住民的土地啊，当然原住民嘛会反抗啊，对不对？爱台啊，啊第二个传染病，一死你就死规山平啊。所以十个来活无剩一两个啦。啊，所以讲起来吼，咱的祖先嘛是。算足勇敢的台湾人，袂讲唔惊死的，来。啊，奇怪呢，啊，迄基因都唔惊死，睇即摆大家才惊死。好，就讲啊，照顾咱的祖先拢是唔惊死的嘛，唔带人家来啊。好，啊，结果安尼经过一两摆，大家变，变少起来对啦，吼，变作惊死，这真奇怪呢。啊，不管安怎啦吼。迄阵日本政府讲，啊，才占这地刚好，啊，病情过去，伊拢水土不服啊，啊，传染病搁安尼啊，死遐侪，所以日本政府哦，真正伫国会正式提案讨论，要甲台湾卖掉啊。迄阵若卖掉就好啦。迄阵啥物卖，你知无？法国，法国人嘛想要爱台湾，所以恁会记咧，法国伊清朝咧。最后结束以前有拍一场侵华战争的，迄阵是家人的外害怕，家人外害怕是刘铭传和法国人拍，结果刘铭传拍赢，伊即股人有一票，伊拍赢，甲法国人赶走，啊所以法国人想讲，明仔日本人要卖好啊，所以迄阵用1亿的日票，讲要甲日本买台湾，你甲想咧？迄阵也袂有法国偌好，你敢知？第一，咱阿公拢讲法语，真浪漫，对不对？法语听起来袂歹听嘞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，搁较重要是来讲，迄阵也袂有法国，叫台湾早就独立啦。二次大战掉，欧美的殖民地全部独立啦。印尼本来嘛是法国的。越南也是英国的嘛，新加坡本来是英国的嘛，马来西亚嘛英国的，印度嘛英国的嘛，莫讲非洲啦，非洲一大堆，欧美国家的殖民地全部独立啊，当然也所有的殖民地拢独立啦，
所以你若讲台湾迄阵日本袂有法讲，这是正式国际条约里面呢，无人会当有意见的呢。啊，法国提出建交，台湾就同意嘛呢。今日哪有啥物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？中国是你个参考，你个法国去无？对无？啊，法国是甲日本人买的啊，毋是甲你买的啊。所以，这命运，台湾的命运，啥物人改变台湾的命运？真害啦，就是搁一个医生啦，一个啦。这个日本军医叫做后藤新平，你若有读台湾书，后藤新平真重要哦。后藤新平就是迄阵对日本军来占领台湾的一个军医，伊就是知影讲，伊啊国会咧讨论讲，你甲台湾袂掉啦。啊，当然就是讲，因为台湾传染病足严重，所以后藤新平上书日本政府啦，伊讲哦，统治台湾都要派兵啊，台湾若无人军队要安怎收台？统治台湾派医生就好啊，派公共卫生的专家，派传染病的专家，这是日本最出名叫做生物学统治。生物学统治，或者是民工统治台湾，生物学统治啦，无需要武力啦。结果无想到日本政府竟然采纳这个人的意见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这么好讲，啊好啦，派伊做民政长官。民政长官就是前沿就拟定啦。啊！日本兵来抓住的是中岛嘛，中岛是军人嘛，伊是抓军队来，咧扫荡这个反抗军人。所谓命政，拢是搞行政长官。结果后藤新平做日本中岛府的行政长官，这个人对台湾影响太大，伊第一样来做啥？马上展开传染病调查。第二样代志，人口调查。我就想讲，清朝唔知台湾偌济人口。但是我的心里是他一样，所以医生到底我就依靠医问这个问题，所以去做人口调查，所以人口调查了，你看啥讲啊？那个时阵台湾三百几万人，日本人占领台湾时，台湾人口是三百几万，但是当日本要离开的时候是六百几万，我一倍。后来心里又做土地调查，清朝政府嘛不知道台湾偌济土地，对不？大家占，大家占啊！到尾来就占，占一片就是家己的啦。那我所以后藤新平对台湾有重要性的贡献，是讲土地的调查、人口的调查、传染病的调查，啊了嘞，马上设病，因为无意义。伤兵当然是小钱，是破病的兵要送转去日本，逐天船都爱载几千人，安尼要送转去，那是办法。所以马上设一间病院在台北，叫做大台北病院。这间大台北病院就是假台大医院。伊说这间大台北病院一开始是要替日本人看病的啦，不是替你台湾人啦。看日本人的病都未有啊，你病啊就七万几个，佮加上官员，总统府的官员，所以讲十万人，日本人在遮看病，你找啥？日本人也袂找汉医，也袂找中医啊。所以大台北病院，啊，佮想讲。啊！大台北面医生护士有这书要对的啦，嘛是拢去日本叫来。嘿，这安尼嘛是袂方便，所以讲要想讲啊，紧培养台湾的医生，啊袂安怎？总伫大台北病院设一个叫做台湾土人医师养成所。啊，这台湾土人医师养成所就是台大医学院的。啊，所以讲考到台大时代啊，无啥物要紧的啦，土人医师啦，土人医师养成所。那地方，因为日本人想讲，伊是殖民者，伊都有优越感嘛。哎，想讲伊是二等国民嘛。何况伊就想讲，伊在台湾做拢，拢嘛人是高山族的，就是啥物地方作的啊，就是个土人的地啊，土人你知道？土人医师养成所啦。当然，这个土人医师养成所啊，敢那补习班的，就是讲，叫你台湾囡仔进来，甲你训练一下，啊，就进到你去做医生。啊，我后来嘛感觉安尼袂错，这都要改。他改做中道部医学，啊，总部医学校就是台大医学进修的医学，哦，所以咱就安讲啊，台湾第一间医学就是总部医学校，啊，是毋知影讲，伫迄个头前，英国人嘛是一边社会医学，啊，佮土人医师养成所，我大家拢歹讲啦，因为唐医杨医王讲土人医师养成所，真无价值，你知影无？后藤新平是一个真了不起的政治家，伊虽然是一个医生，不过伊真有远见，所以伊在设病院、设医学校，开始
做传染病的扑灭，做下水道，台北市的下水道都不宜开始的，吼、哦，设定咱日月潭水库，什么梯哦，打到底的抢救，所以伫台湾做这个行政长官做七八年，台湾现代化做差不多拢回去，所以日本人知影后来是平时就都要不去研究它，所以日本人准备咧自卫战争的时候。中港澳的居民调离党房，你去问到一个已经叫名党房，冲起来未满做过吧？调后的居民去做上做铁道总裁，总裁。